首先时间到，各位同心，我现在开始上课，请各位同心请起立。行嘞，大家请坐。各位同心，大家好，先给大家恭喜，因为今天你是你们要毕业的日子，下晡你们就会领到民政府高级班毕业生的那个证书。啊，这个秘书长有跟您讲，这个是一世人有效的民政府的公务人员任用资格，所以我在这先给大家恭喜。啊，今天我这节课应该讲是最后一节的迄个法律课。啊，您将来是台湾民政府的高级官员，所以您对台湾的国际地位一定要足清楚。啊，您已经经过初级班、甲高级班，讲起来，你们应该听足多啊，所以您所了解深度一定因为真高，所以我利用今仔日两点钟的时间，各个大家复习一摆，咱这个法律的问题。啊，我按算讲，先利用一点钟的时间，提出问题来请教各位，试看卖，看恁读了有。入意无？啊，有记的读下来无？啊，另外个七点钟，我计划用一种抽签的方法来试大家对法律的了解的情形。原则上是安尼，好、哦。啊，要开始以前，先让大家欢喜一下。我要给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美国其实已经将中华民国给消灭了。啊，大家哪个无听到、无看到？我即马就白纸写乌字，给大家参考。周先生，麻烦一下。哦，即马咱这个云幕顶头有放这个台湾 AIT。就是在台协会的那个网站，你可以用那个英文版的话，这中文版的嘛，用英文版的较咱较方便。OK， 这英文版吼，大家若打开这个 AIT 的网站的时阵，马上就用这英文版的，马上就能看到这个 ASTA，ASTA， 吼。这个就是等于讲电子的系统，啊，要申请迄个所谓的免签的迄个许可。所以咱即摆要去美国，无一定就爱去 AIT 去遐个会谈，啊，申请签证，踮咧电脑顶头就好。中华民国是个难骗。讲免签，其实不是免签，还是要签，但是是方式改，改做用电脑去签。啊，这个电脑去签，这个办法，什么人会使享受？美国人讲啊，足清楚，干那台湾人，还是讲台湾才会使享受。所以我就要表演给您看。首先，麻烦你点了。即嘛，即个就是美国什么国土迄个安全部的迄个网站，就是要去签签证的迄个网站。你若
已经去过美国的人，当然可能旅行社会推您签。其实以后您自己会使签的，即我今日给您，给您看的这个方法，您就自己会用去签。而且是你跟你讲要做这个签证，几个步骤。啊，咱即嘛啊，加做讲咱伊嘛要去签证。好，麻烦你去个关系。Visa apply 应该让人点击的哈，那么去申请。哎，无啦，不对，你个 Q 到等来话嘛？过来，过开来，拉下来，等一下，不是，回到原来那个第一页哈，啊，就慢慢 Q 管理的，慢慢 Q 管理。对吧？没有错。OK， 我立即 apply。OK，cancel next。第二点子咧，哈，以前买一个，给你说明，讲你得爱注意些呀，啊，得爱遵守什么呀？啊，你讲 OK， 我接受，哦，啊，这边就点下一个步骤。哎，基本那两个话最，得这个国土安全部哈。你个回到国土安全部的前面那一页，一家用的往这中文呢？对，点 S 啦 ，OK， 啊，加顶头有中文呢，哦，好不好？所以用那个改做中文呢，所以对大家较方便啦，哈。好，咱即马，甲点光那边个申请 ，OK， 啊，即马一问了讲哦。这里表明你已经念了这些东西内容啊，了解了。好，我了解。下一步，啊，什么？我赶快有事，然后下一步。好，啊，这么说，这么那个开始填表啊，哦，啊，你们看，一开始叫你写你的人名，啊，这么底下。出生的国家，出生的国家，你怎么点落去？全世界的国家拢摆在内底，啊！你怎么看？到个中国有无 ？China， 好加，再有中国，有人中国出世的嘛，对不？这当然的嘛。哎，这个阿伯。这个阿婆好吼，对吧？没有嘞，开关那边啊。用的拢未一样，所以基本只要有中国吼，后来阿兰 Q 个关系啦，可以的 Q。中华民国是 ROC 嘛，应该咧 R 呀，能看有无？哦，过开来。OK， 对家，加二的部分有无？有中华民国无？无嘛？哦，来啊，麻烦你个 Q 下一下，到 T 的时阵 ，OK， 台湾造出来，美国已经将中华民国伫咧书面上个消灭，但是咱台湾比胜利嘛？哦，出生伫咧台湾的人。也在西呢，所以即马用个讲，美国的定义是讲，无人出世伫咧中华民国啊。敢有中国，有台湾，但是无中华民国。是，啊，即马这是出生的国家，过来国籍。那么就要听啊，哦，国籍家就无中国啊？什么原因？因为中国今嘛阿个未使享受这个免签的 program， 所以你的国籍，你那是中国的时阵，你就未使来签名，未使来申请，哦，就要去美国的大使馆去会面，高级
一切手续甲一般共款，就你袂使来，所以伫遮无中国，这是合理的，对吧？好来，啊，咱过来看 R 的部分 ，R 个无啊，遮拢无啊 ，P 刷落就跳啊 ，S 去啊，所以嘛无中华民国，所以国籍美国嘛甲注销啊。但是咱来看台湾有无？有啊，哦，安尼大家会相信吗？美国是承认咱台湾呢，不是承认中华民国呢。所以我相信你呐，已经唔捌看到这个，会感觉足奇怪，无什么奇怪，其实就是安尼，是咱去用骗啊，拢唔知啊。中华民国嘛，跟你讲，是引起争取的啊，对吧？啊，和中华民国免签呢、啊，其实不是，是和台湾免签呢、啊，是因为台湾的关系，所以叫我这个免签的迄个 program 啊，啊，你怎么看？护照发行的日子照提嘛，哈、哦。怎么过来？护照当时结束，依靠你的字，啊，这拢不要紧，这都正常照算就好。所以有这几点，大家都看得出来。美国所谓的免签，是要给台湾人，不是给中华民国，所以大家唔通袂记。啊，伫遮。因为是要强调一点，就是讲，咱即马咧看报纸，还是咧听消息，就爱去注意听。哦，其实美国人家己讲，迄个时阵宣布这个 program 诶，就是 Clinton 太太 Hillary Clinton， 伊嘛讲是台湾，讲啊足大声。啊！但是来个台湾了后，台湾的媒体的记者就甲犯罪中华民国，哦，啊，咱去用骗去，拢唔知啊。啊，恁会用个用这个白纸写乌哩，表演给恁的亲戚朋友看。啊，那个无要相信的人，迄条敢那拄啊，迄个潘副主席讲的，迄要去开锁匙的，要去提锁匙的，迄两个。嘿，咱拢免插伊啊！哦，啊，咱知啊，确实是安尼。所以，我先和大家了解，美国已经开始推咱伫咧做代志啊。是美国要求，伊哪里做啥，伊拢袂讲，要阿妈妈做。哦，啊，要互咱家己去发觉，互咱家己去找。哎，这步还要学淡薄啊！啊，不过那慢慢哦，大行拢切出来算咯。美国嘛是要爱照实讲啊，无照实讲未使。OK， 好，来，嗯，进入那个本题。我要跟大家学习咱这法律的。有可能你女儿感觉讲啊，法律听这么多哦，有没有烦死？没了，没烦呐。如听如多哦，如灵通，啊，恁将来要应对更加更加方便，所以较忍耐。啊，我今日用这个方式，是欲予大家有机会，将来因为恁毕业了后，伫咧台湾的社会。嘛是着爱说明，予遐无了解的人知影。哦，啊，这款物件，咱大家拢是头一摆接触的，所以有可能了解啊个说明有一点仔差别，所以大家利用这个机会小训练的。啊，那唔是我问到的人，无要紧，你话家己。想看嘛，看迄个答案是什么呀？哦，
来，这边麻烦第一页。So， 大家来遮，就是要了解咱台湾国际地位。啊，台湾国际地位是啥个呀？哦，咱要根据什么呀来判断？咱的根据就是国际法。啊，大家即马到啊国际班啊，什么叫做国际法？您知无？怎样人亚洲？哎，请你说明，什么叫做国际法？对 ，OK， 万国公法另外是国际法不对，但是我要请教您的就是讲，什么是叫做国际法？国际法的内容是啥？我给大家补充一下哈。简单讲，无论先了解什么叫做法律，法律有人读法律的无？有人做法官，还是做检察官，还是做律师的？拢无，啊！有啥物人知啊？啥物叫做法律？法律是啥物物件？无人知。可以说对，哦，啊，即摆用较水亏的文理来解释，就是讲啥？法律是咧规范。人跟人的中间的迄个关系，哦，用中国话讲讲，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就是法律了，哦，啊，人跟人，法律内底有两种人，一种是自然人，一种是法人，对吧？啊，所以咱嘛用一个推广出去，讲。人跟人中间，自然人跟自然人中间，自然人跟法人中间的关系，啊，那个进一步，老百姓跟政府中间的迄个关系，嘛是得要用法律来规范，所以这是法律。啊，那了解法律了后，国际法应该就较容易了解。国际法就是这些，你规范国家跟国家中间的关系嘛。哦，国际事务，这就是国际法。但是国际法甲国内法无同的所在伫倒，国内法拢有一个什么立法的机关，对吧？啊，有一个执行的机关，啊，有一个监督的机关。但是国际法无国际上无迄款单位，伫咧创造国际法，所以。在咧荷兰迄个海牙国际法庭，伊个章程内底有规定，讲国际法庭内底法官，就爱根据什么嘢啊来做国际判决，所以内底有列出来。第一，就是条约法，就是条约。国际的条约，哪有国际条约？这就是国际法。第二就是国际习惯法，哦，国际上习惯是安尼处理代志，这个就是会用的动作，国际法来个看待。啊，第三就是所谓一般的法律原则。什么叫做一般的法律原则？就是讲，特别法比普通法较优先啊。迄、那个后法，就是讲时间上较慢创立的法律，比以前所创立的法律较优先。这是一个迄、那个法律的迄、那个。原则逻辑，哦，啊，个一个上重要的就是啥？讲条约一定要爱遵守，这嘛是法律的原则。哦，
啊，除了这个，当然国际法庭的判例，因为以后会用的利用做国际法的迄个根据。啊，这就是要做国际法。好，啊咧，咱要了解台湾国际地位，爱利用着国际法。啊，这个就是秘书长这样来讲，讲我做万国公法。英文讲我做 Law of Nations， 但是即马嘛有人简单讲讲我做 International Law， 哦，就是国际法。但是还佫有一部分，咱嘛爱应用国际法内底战争法。战争法毋是咧规定讲要安怎战争，哦，战争法是咧规定讲。咱本来是无希望世界爱有战，继续有战争。但是有一挂问题，有一挂民族，还是讲有一挂人，一定着爱要做一挂迄啰，甲人无共款的代志。所以战争无法度完全避免。啊，既然战争也袂当避免的时，要安怎和这个战争的迄、那个？危害减啊上低，这就是战争法内底的规范。哦，啊，必须明白，甲大家报告个，什么1907年海牙第四公约，1949年日内瓦公约，哦，啊，美国诶迄个最高法院。判例也是美国的陆军的什么野战手册，啊，佫一部分就是世界红十字会迄个章程内底所规定的，拢会使佮当作战争法来佮看。好来，啊，恁即马知影，咱要根据的国际法佮战争法是甚物物件？我进一步，就是要来了解好，这个重新下的，要来了解，必须认为法律论述的重点在哪里啊？必须认为，在大家提起。讲你若记两项，就有达到来参加培训班的迄个目的。啊，其实有三项，伊咧讲诶，要解决台湾国际地位，就爱用我讲三基所事。哦，有三个国际法的原则。啊，虾米人会记诶？三项还是两项？有人会记得未？呀、yeah, ，对，是，小姐记得很好。哦，阿哥讲，领土主权的移转，一定要有国际条约做根据。所以，咱应该用这三项，甲当作要解决台湾国际地位问题的三基措施。哦，啊，恁先来甲试看卖，这三基措施提来甲用看卖。啊，大家对我好熟悉。国际条约，什么条约？有影响到台湾的领土主权。头前我已经给大家看，阿别个蒙个蒙掉，已经给恁底牌露给你们看了啊。马关条约，啊，咱所了解，马关条约是头一个国际条约，将台湾的主权改变，啊，啊，不是中华民国个人改，讲完全。挂台湾澎湖和日本，就爱讲
满清皇帝将台湾日本所有的主权永远永久挂乎日本天皇，这才是正确。这就是第二条来的啊，而且毛迄个教书的，所以你即马就知影。敢若讲满清挂乎日本，无正确。就爱讲，因为土地买卖，你讲你若有买厝的人，你是不是爱跟人签约？所以是签约的人才有迄间厝的管理。哦，不是讲迄个口的人拢有管理，不是啊。所以正确的规则，就爱叫秘书长的了解。皇帝甲皇帝签的契约，就是因两个做交易。呀、yeah? ！啊，除了马关条约以外，啊，还有其他的什么条约？跟台湾的主权有关系？旧金山合约。但是旧金山合约是安怎讲？那就卖文化哦，怎样人家就？旧金山合约按照规定，台湾的主管无人有勇气。安尼是不是就爱个秘书长讲，下晡的毕业证书袂使发了哦？啊？安尼恁敢袂使毕业的？哦，拄啊，一补充者，这一张图给恁看。迄阵满清将台湾挂予日本天皇的时阵，迄阵的台湾伊敢若管迄只残留啊，尔士兵的迄部分，所以大部分拢毋是满清的土地。所以迄个时阵就满清就已经共骗啊，甲全世界骗，啊嘛骗日本啊，所以害日本啊就爱甲咱的高沙族。小台台十几年，才有法度通个啊，征服。说旧金山合约第二条的规定，日本这就是指日本政府放弃对台湾甲澎湖群岛一切管理，管理的名义啊个要求啊，这就是。咱咧讲诶，讲这就是统治权。日本政府放弃台湾甲澎湖诶统治权，但是旧金山合约除了这个以外，无阁进一步规范台湾诶地位、主权诶问题。所以，统治权日本政府放弃，但是。主权伫咧日本天皇手诶，并无被改变，所以继续存在。个第三个国际法律，就是日本甲蒋介石签诶所谓《台北合约》。啊，我若无记毋着，干那马英九嘛讲。台北合约已经将台湾交予中华民国啊！哎，那讲这句话，实在是咧好笑的，无影无一只。台北合约第二条，一个是第二条，白纸写乌字，讲承认伫咧旧金山合约的时阵，你。日本已经放弃台湾甲澎湖的主权。啊，台北合约是啥物时阵签的？是旧金山合约，1952年4月28日生效迄天签的。所以同迄个时间，台北合约写讲已经承认日本放弃。台湾甲平和，安尼，咱大家想看卖，
日本人已经放弃，哪有可能佮将台湾佮澎湖佮交予中华民国？已经予别人的物件，会使佮予另外佮一个佮一摆吗？无可能的代志，这嘛是法律常识。所以，若讲这款话，伊咧哈佛的法律唔知安怎读的，连我即无读法律咧，我就会了解啊。伊讲唔对啊，无可能的代志，对不？你已经放弃的物件，哪有可能佮提起来予别人？哪有可能？无可能的代志。所以，台北校约。嘛，无将台湾的主权交予任何人，甚至台北合约是伫咧加强旧金山合约的内容尔。哦，所以若是安尼的时阵，咱经过这个三个国际条约了后，咱会了解台湾的主权伫虾米人的手诶？当然的嘛，对吧？就我们用读一支的那个数字国际条约已经确定了说，哎，台湾的主权是在日本天皇的手的。现在第二项，第二支数字占领不得移转主权，日本天皇有咱的这个主权了后，啊，为什么啊？蒋介石那会走来台湾？伊是安怎走来？对了，那将恁的答案合格吼，安尼就对啊，哦。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日本天皇1945年8月15日投降，啊，麦克阿瑟做联军的总司令，受到美国杜鲁门总统的批准，发布一般命令第一号。啊，这个一般命令第一号内底，头一条的 A 规定讲，伫咧中国，但是满洲除外，满洲除外哦，吼、哦，甲台湾，啊甲以及北纬16度以北的中南半岛，遐这个所在的日本军队，就爱向蒋介石投降。所以蒋介石是因为安尼，伊才会使来台湾的。而且一般命令内底 ，A 是安尼 ，B、C 拢有其他的规定，其他的鉴定就对。哦，咱讲到中国，这个满洲，这个满洲尾啊叫什么人去？就是叫苏联啦。苏联去接日本的，迄个时阵的关东军。啊，关东军可能有人知影，是日本军队内底装备真好的、真强的军队。所以苏联去接收了后，将日本的武器交毛泽东、共产党，所以毛泽东才有办法打倒蒋介石。哦，这拢有关系啊！啊，伫咧上尾条即个 F 则内底特别阁写个足清楚，讲以上所指派遐将军要去接各地日本军的导航的遐将军呐，这是代表啥？代表联军呐。所以意思就是讲，蒋介石
被派来台湾接受台湾的日本军的导航，伊唔是以中华民国的身份，是以联军的军人的身份。所以大家看到这個，就想会出来讲，安怎蒋介石那伫咧报纸啊、红翕相的时阵，伊拢穿平啊衫，原因在遐。啊，无做总统的人，伊嘛会使穿军制服啊。是安怎伊咱会爱定来穿平啊衫？因为伊来台湾的身份。就是军人的身份，是军事占领台湾。所以，咱来知影讲，伊安怎来台湾呢？是伊根据一般命令一号，所以台湾共和这个号召会，咱就给突破。台湾唔是好。蒋介石还是中华民国共和，是予因占领，因为一般命令第一号的规定。啊，即马大家看这张，这张相，晓得呢？这张就是迄个时阵占领日本军导航的典礼，伫咧即马。中正堂，古早日本时代讲叫做共和堂，哦，啊，你个看，我等下起唔掉，中山堂啊，现在是咧，这你个看，这有四支的国旗，头一支苏联，第二支美国，第三支是中华民国，第四支是英国。台湾那是被中华民国共和的时阵，那就要调四支旗啊，调一支就好了嘛，对吧？所以这拢在给咱骗，啊，咱那个用的证明讲伊给咱骗。这张是伫咧工会堂外口，迄、那个牌楼，哎妈，骗美国啊，写台湾共和啊。但是恁有注意无？遮插什么旗啊？美国国旗啊！台湾那是共和，那就要插美国国旗，对吧？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什么人来轰炸台湾？美国嘛，对吧？这讲简单的道理，啊，蒋介石是用打啊。一直走，一直走，走啊！四川去比啊，所以那是战胜国，伊是本美国的福气，变做战胜国来占领台湾。我啊，这张大家看好清楚，这张更加水，彩色的。哦，这张顶头就写条呀，中山堂啊。已经改啊，哦，唔是共和堂，日本时代。但是你个看，这个美国旗啊，够有滴个无？有无？这张是什么时阵去买的呢？你来去网站，嘛去查着，这张我是伫个网站顶头找出来。伊咧庆祝五十周年共和的纪念。啊啦！台湾中间日本军导航1945年五十周年，就是1995年，中华民国84年的时阵，五十年了后，伊阿个未记美国的温情，所以这个美国旗阿个给擦掉的，所以怎么样被抓下狐狸，免给人骗，那有什么功夫？无啦。是美国叫伊来，所以我都要特别强调讲，一般命令
第一号是麦帅公布出来，但是事先是美国总统杜鲁门签立的，所以意思就是美国总统命令蒋介石来台湾的。所以你们就要了解这個，伊是受到美国的命令来，所以唔叫做定啊。每一届中华民国的总统，拢要爱听美国话的话，哦。所以讲，这个台湾共和，这个好小话，咱会用的利用这几张图，就听我甲破功。过来，咱这边已经讲啊，占领美商移转主管，第二季的首席，意思就是讲，啊，蒋介石来台湾是军事占领，不是公屋，所以。伊哪有台湾的主管，无移转可以嘛？哦，即嘛会用个，可用第二季的首席归属咱台湾的国际地位。啊，即嘛咱用第三季的首席，第三季有这些，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即嘛第三季的时阵，我先给大家说明。根据旧金山的合约第六条有规定，我旧金山合约和平条约那生效了后，九十天内所有联军的军事占领，拢着爱撤退。啊，为何蒋介石占日本的台湾？九十天了后，那是1952年4月28日，国期九十天了后，那也无走，到今日还在，是安怎？啊？什么人温住你？美国温住你，所以大家了解嘛，吼、哦。就咱各详细，各留一排。旧金山合约第23条就规定，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哦，啊，这个第四条因为有写，讲美国对第二条和第三条所指的地区，诶，日本啊，个日本人的财产，包括土地，拢有处分的权利。日本承认这个处分。友好，所以美国有迄个权利来处分台湾甲平和土地的问题。啊，是嘛？搁一张相互大家看，这张大家恁唔是看头一摆啦吼。咱咪用一点物仔个应用啊，看会出来啊。美国机啊插喺顶头啊，哦，啊，中华民国机位下骹落去啊，啊，这些是既得见呢。用咱的税金钱去甲美国阿买的呢，对吧？安奈安呢？所以面相阁甲咱骗啊，证据充分，咱拢有啊，所以骗咱袂过啊。所以蒋介石是被主要占领全国美国所温润，代理美国来占领台湾的。不过占领未使移转主管，所以不管什么人占领台湾，绝对袂用的，摕着咱台湾的主管啊！这是个补偿多啊些啦哈。就即马，日本政府不得就地合法，这就是比美国温顺的。到今仔日，还阁留伫咧台湾的蒋介石，伊是虾米性质的组织？恁要用国际法来甲分析，吼、哦。
1945年10月25日，蒋介石是根据一般命令第一号代表联军来接受台湾的日本军的投降，所以伊是执行军事占领，唔是攻入台湾。哦，大家就要记好清楚。1949年10月初，毛泽东伫咧北京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12月，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宣布迁都台北。1950年3月，蒋介石家己发讲：“我复行四世，一个变做总统。”啊！其实1949年年初的时阵，伊迄阵怕输毛泽东，已经就引咎辞职，已经唔是中华民国的总统。啊，走来台湾，讲我要去做总统，啊，免经过选举，家己宣布就好。啊！啊，恁知影迄个时阵？中华民国的总统什么人吗？李宗仁。哎，你走去倒？朝的美国，咩啊？死的美国。哦，所以蒋介石走来台湾做总统，那是违反中华民国的法律的。哦，所以这嘛是假报的。啊，迄阵就大家惊因，啊，美国啊做错事，所以无多，大家拢接受。啊！台湾人叫228台下的资料，大家拢唔敢讲话，唔敢反抗，无多。所以，伊迄个时阵走来台北，家己嘛称呼迁都台北，就是表示啥？国际法顶头讲，这个中华民国已经是变作一个流亡政府啊！哦，离开伊家己的国土。就是流亡政府，跟他达赖喇嘛，即马走去印度，嘛是流亡政府，西藏流亡政府。啊，毛泽东啊，佫对中华民国袂歹，佫佮采一个王牌啊，讲伫咧南京的迄个中山陵，佮采一块王牌啊。讲伊是，1912年成立的，啊，1949年就死啊，迄日子煞个，迄年代煞个写的啊，哦，啊，这嘛是白纸写互你啊，嘛是证明中华民国已经灭亡啊，还是讲流亡政府啊，所以咱即摆用一个分析，蒋介石伊个集团，到我遮。甲我今仔日，伊的性质是啥？头一项，伊是先代表联军来占领台湾，伊是一个军政府。当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阵，伊虽然还佫保持一个军政府伫个，但是另外一部分已经变作一个流亡政府啊。过来，伫咧旧金山合约生效以后，咱都有讲诶，这个条约生效以后的90天后，所有的联军就要撤离开日本的占领地，所以蒋介石无撤离，这是因为美国温存伊大，哦，以后人家过来说明，所以代表。招来台北的中华民国流亡政府，虽然迄个时阵国际上受美国的承认，但是伊嘛是流亡政府，所以对1949年10月初开始，蒋介石集团以及的政权，拢有两种的身份，所以因为就有。
当时伫咧台湾有两种诶蒋介石诶组织存在，所以结果好，全世界甲台湾人大部分诶台湾人，甲迷糊去，因为这两个组织诶迄个界线，并无互人看清楚，所以大家了解讲，啊，台湾真是互中华民国咧管，啊，有可能就是中华民国诶。啊，就迄个时阵嘛是挑一个，将台湾个当作是伊个领土来咧处理。啊，这个就是造成咱即阵，伫咧全世界，安尼也毋是，安尼也毋是，啊，到底是啥？所以咱们的了解就是伫遮，这个重点，哦，这个关键就是伫这个所在，这个军政府。甲流亡政府那个合作一下，啊，说卢沙沙，咱即阵那个拆开的时阵，就知影讲这个角要安怎套。OK， 啊，因为台湾，咱都有讲啊，用头一支手时，咱就已经确定台湾领土的主权，啊，佫是伫咧日本天皇的手的，所以。台湾不是中华民国的领土，所以中华民国流亡政府伫咧台湾，永远无可能合法，哦，变作伊的一个国家，还是伊的领土。所以 ，Chinese Taipei， 这就是中国流亡政府伫咧台北，这个简称。有一天一定就要离开台湾，绝对就要离开。啊，照咱的希望，甲咱猜，咱得到的消息，确实已经伫咧宽保护啊，就要离开啊。OK， 那你们法律学习个安尼？差不多，大部分咱拢有学习过，所以即马搁剩差不多七点钟的时间，咱来做一个抽签。每周会用个派一个代表来我家抽签。啊，抽签唔是抽几啊兵啊吼，我的签是法律的问题。要请您提等于研究解答 ，OK。先对台北州开始，台北州几个人？请亚洲，台北州，好来，安尼六七个嘛吼。啊，要叫什么人来抽签？哪一位？哪一位太太要不要？你买？那谁？谢兰，好，你好来，请你来。啊，新德州，新德州有几个人？请亚洲，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各位来哦，较侪。是，什么人？恁后壁有人要代表哦？好来，哦，请向前，怎么拢男生呢？吼。那么就爱选女生呢，男女平等啦。OK， 啊，即马大中州有几个来？大中州、青雅州，四两三，四个啦。哎呀，小姐，小人，几个个啊？好啊，你哦，好啊，你选姐代表啊，小姐来，嗯，最年轻、最有为，好，请你出来，要不要？是哦，即马大南州要不要出来？小姐不出来，来了。大南州，哎，跟他抽签呢啊，免惊啦。大南州有几个人？七零三。哎，大南州有几个人？
小姐来好，你来你来，抽签尔啦，免惊啦，小姐运气较好嘛吼，好啦，吼你来代表，请你坐，今嘛从高雄嘛吼，高雄州，哦高雄州人较济，好，你来代表志官，明白？啊高沙族呢？高沙族也好多人呐、啊，太好了。哪一位呢？你要来好 ，OK， 来啊，伊瓦东阿伯，是的，是的，是的，伊瓦东呢 ？OK， 好，哦 ，OK， 弄来啊哈，咱这是公开的，不是秘密的哦。选了没有？选了 ，OK， 好吧。台北、高山、新竹、高雄、台中、台南、宜化东 ，OK， 走，一起上哈。来，台北，题目一。因为坐着坐，对方个吼，每一周利用半点钟的时间，大家去研究这个问题要安怎解决啦？解答，啊，你再选一个出来。台顶，讲给大家听，看恁找到的答案是啥？好、哦，甲训练大家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这个发力的能力啦，吼、哦。好，来，高沙D。这个是你们的题目，来新竹 F， 来高雄 A， 参谋，参谋，台中 B， 台中 B， 就是台南。台南基，啊、哦，啊，就伊阿东，是拄好，哦，啊，你大概拢有 ，OK， 好，即马11:10，半点钟来啊，吼、哦，半点钟来，当然你若较早摕到答案，会使提早，会使提早，吼、哦。那你应该提啥？好，大家研究看嘛。
现在在讨论是不是？各位同心，各位同心，各位同心，咱有人吼一直去楼卡，甲咱的秘书长欢迎吼，讲伫宜华东洲办公室，啊，甲后壁台南办公室内底拢有人伫食薰、食槟榔，吼、哦。秘书长特别交代，这是足严重的，若去予人检举，去予人查到，你就一辈子都不用当我们台湾民政府的高级公务员。好、哦，再跟各位报告一次，抽烟、吃槟榔有地方。不要在宜花东州办公室，不要在后面的台南州办公室，不要在里面。我们现在有证物哈，只是不想去验 DNA 哈，因为那边有槟榔的杯子，然后槟榔直接吐在里面，烟直接在后面那边抽，这样影响到上课学员的权益。请各位抽烟到外面去，好，不要这样影响大家。秘书长特别交代，谢谢。是最后十分钟，不早分清，好、哦，讨论就要结束，答案就要出来。
所以最后三分钟，啊，请你又啊推派一个人出来答复恁的答案哈。每一周拢得爱一个代表出来，将答案发表哈。所以时间特别搞，佫差不多几分钟啦吼。拄好一个同心联盟啦吼，我会利用这个机会甲大家宣布，我迄个 PowerPoint 吼，恁若有注意，会用叫周先生甲恁 copy 吼，迄公开大家拢会用应用诶，迄我无申请专利吼，希望恁尽量。利用，所以时间差不多到啊 ，OK。即马后壁各用机会结束讨论，即马我继续讨论就是违反国际法，对，今麦多一周要自告奋勇，头一日来发表，好来，甲拍拍下先。各位同心吼，大家好吼，啊，我是余化东吼，啊，我有做电春福吼，啊，咱的今仔日这个问题吼，就是讲啊，台湾如何成为日本天皇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吼？啊，这以上，今麦来个答复一下吼。就是讲，1915年吼，啊开始吼，啊这个同化政策吼，来得完整吼，啊1937年，皇民化的政策开始啊，大提倡吼，全面吼学习这日本的语言吼，啊文化，甲咱的风俗观等等吼，啊1940年推动这个会咱这个汉姓吼，啊改日本姓名运动，啊1945年4月7日吼，天皇颁布吼，这是诏书。啊，实施明治宪法吼，使台湾人有参政甲咱这个参政权，
台湾因此吼啊，成为吼日本天皇哦啊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谢谢。阿伯啊，恁大家拢知影，伊个回答吼，我看迄个秘书长啊，佫无你遮详细。哦，有几段时间啦吼，我有小可列者，但是这毋是标准答案，这是普通的，互大家参考哦，没有错。我这东西开始赞，好来，过来，第二个倒一周要指完来，好。各位同心大家好，我是高沙族的，然后我们的题目是台湾国际地位被模糊化从何时开始并经过哪些变化。然后我们台湾的话，最初是在1895年的时候，大清帝国的皇帝与大日本帝国的日本天皇签订了马关条约，然后并且在1937年的时候皇民化运动，再来之后就是1945年我们实施日本宪法，然后纳入了大日本帝国成为他们的领土。然后在经过了那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日本无条件投降，麦克阿瑟以一号命令让蒋介石来接收台湾，之后蒋介石来之后，就是强迫我们原本是日本台湾人民更改国籍，然后使得我们的地位开始模糊化，然后衍生出台湾人有三种，一种是本土台湾人，另外一种是中国难民，再来是外国人，所以使得国际化搞不清楚说台湾到底是属于哪一种人。谢谢。很厉害，还是有什么哦，他又很详细，不用太详细，反正模糊开始，差不多1945年那时候，跟我们偏讲是公屋，这就开始模糊了，哦，OK， 好，下一周，哪一周？来。大家好，我是高雄州的。我的问题是，秘书长、法律论述主张吼，应用国际法下列三项体制，解答台湾的国际地位。第一点，领土主权的移转应该要有国际条约为依据。好，这就像波多黎各、美国甲西班牙小战，啊，即马美国战赢以后，波多黎各因主权吼。并无领土，因为领土主权的移转吼，得依照万国公法的条约落去行使。吼，啊，第二点是占领不得移转主权，就是伊拉克啊，个阿富汗安尼。啊，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西藏。美国跟西班牙的战争，啊，西班牙就爱割让，波多黎各、关岛，啊，甲菲律宾，啊，古巴也是放弃，所以拄啊，这个同心，你讲波多黎各，甲即阵百几年啊，哦，是美国占领的领土，但是啊，个唔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啊，关岛嘛唔是啊，啊。这个就是，咱就来讲讲领土主权的移转，都爱根据国际法，啊，这就是根据这个巴黎合约，
西班牙甲美国战争，啊，割让，因为这拢是西班牙迄个时阵的殖民地，所以也是割让。啊，到我今仔日，啊，佫是美国占领，吼、哦。啊，上简单呢，就是世界大战的事，日本甲德国嘛是被占领啊。啊，即嘛，但是因恢复伊家己的主权，所以战胜国并无将日本，而是将德国变作因的领土，即嘛是用个体在做例。过来，西藏流亡政府，即大家拢知啊，对不？所以，咱利用其他的国际实在的例，因为会当证明，比如你所讲的，伊杀鸡收息有效。伊毋是干呐针对咱台湾，针对其他地区嘛是同款会用个用个，所以大家若了解了后，以后就用个哦，哇，另外的迄个运用，即个法律的即个论述 ，OK， 过来，佮多一招，杀落去阿伯。那个时阵，大概是有美国跟西班牙做什么呀？条件的交换，因为古巴在美国的边啊，啊，美国的发生会去打这个西班牙，主要也是为了古巴的关系，因为西班牙在统治古巴的时阵，嘛是该用殖民地个管理。啊、所以古巴迄阵，伊就开始伫咧反这个西班牙。啊，美国伫咧一边啊，伊是讲我帮助古巴的时阵哦，啊，甚至的是打西班牙。啊，你即马讲到古巴的时阵，大家可能阿个会记，美国是毋是有一个监狱，或者关塔那摩？关塔拉莫湾，中文讲安尼，迄个奥巴马甲即阵阿个无法当来关，伊就是九一一了，美国掠一挂回教徒去关伫遐，全世界咧甲抗议，讲遐犯人无经过审判，拢定来互关伫遐。迄、那个关塔拉莫湾，就是啥？就是古巴的所在。哎，你美国迄个时阵。帮助古巴独立，变作古巴这个国家，所以嘛是条件交换，叫古巴讲迄个关塔拉莫湾就爱做好伊，99年过99年，所以美国即阵只伫咧古巴，啊，佮有一只土地，便是以美国伫咧管理。我普通古巴的土地那有一地。变美国的一管，我阿你那讲到这个，其实你唔知个，大概不过世界当中起码有三个所在，拢是这款。除了古巴的关塔那摩湾以外，啊，佫有两个，一个就是琉球普天机场，琉球人起码琉球海日本了后。琉球人足济，讲美国伫咧因迄个冲绳市中心迄、那个机场，一日定啦飞机，暗时也甲飞，日时也甲飞，我咧吵死，所以叫伊讲就爱迁走。啊，前下无日本民主党得到政权的时阵，迄阵迄个首相。鸠山就是教你阿个一只鸟啊，鸠山，迄、那个就是答应琉球的人，讲伊若做总理，伊若得到执政的权力，伊就要将美国给迁走。结果伊做总理啊，伊得到政权了，美国闹一张左右开看国际条约，所以迁未走，迁未走变呐。
家己自动下台，所以鸠山做一年尔，伊首相爱死掉，伊真乱。啊，即摆伊迄个党又输去啊，输安倍自民党，哦，即摆佫恢复自民党。啊，这是第二个咧琉球普天之上，啊，第三个得到奈何，可是没有做。大家唔知好记未？阿扁啊，咧做总统的时阵，迄阵就宣布美国做奈何，金湖路一百号做99年，佫会使延99年，啊，若有必要，佫会使佫延呢。啊，大家想看卖，美国要点咩？咱奈何做99年，佫99年，啊，佫要佫继续做落去。安尼台湾有可能变做中国个吗？哦，这点大家就会当了解。走，过来，还阁多几句阿伯伯，好来，王丽，哇，强咩？来，先你的题目。哎，你好，我是台南州吼，啊，迄落，阮的题目是。在台湾为什么袂当公道？吼，举办公道，吼，因为咱台湾唔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吼。现况你若是现况是日趋美强，吼，咱若要公道自决，就是对美军政府宣战啦。啊，所以李庆华这个恶毒通过用丢出来，就是袂使公道啦。哦，最近这個，吼，好，谢谢。Yeah.这嘛是一答案啦吼，啊，佮个大家补充一下，啊，佮有一个，那么就爱了解的一个答案，就是啥？到底台湾有几种人？啊，啊，四种人，即嘛若要公道的时阵，是毋四种人拢公道的时阵？啊，你敢袂使？哦，至少有一部分的流亡的中国人。另外，会使同时投票。啊，咱台湾的命运，因会使甲咱决定，敢对袂使，所以袂使。啊，佫一个问题，即摆若要公投，甚物人要主办？中华民国会使吗？伊是一个流亡政府啊，所以袂使主办公投啊，举办公投无可能啊。所以台湾要安怎公投？无可能的代志，哦，所以咱就爱了解安尼。所以古早迄阵阿扁啊，你话证明自宪，还是要去加入联合国，哇、哦，浩浩荡荡，跟他这迄、那个声势真好，结果去让佮弹出来。迄阵咱嘛，大家咯，我嘛感觉讲足奇怪，美国哪会个咱反对？哦，民主国家咧反对咱公道，那是真无理的。啊，这么了解啊？开始做有利的，有影。伊咧个人过台湾，大家唔知个机会。恁拄下咧讲即个签证个问题，去年报纸台湾有无呀？伊讲，为何金门马祖个人去申请美国个签证？因个国籍美国个写中国，但咧报纸袂出啊。哦，啊，咱台湾人去，伊是台湾，想做哪样呢？对啊，金门马祖真古早就是中国个呀，并无被日本占去啊。啊，所以那即阵要举办公投的时阵，金门马祖的人是毋是因为会使投票？对哇？啊，安尼大家都看会出啊，金门马祖的人要来决定咱台湾的命运。那袂使，那嘛袂使去决定因的命运啊，对吧？啊，讲到这，我今日才去查的。周先生，你若会使哦，将迄张图样啊翕出来。我查我这张护照来。
我这印这个也是古早迄个民进党的人印的，方面应该写台湾啦。啊，其实这是一个卡啊尔。一本八卦，我这个卡卡八卦个，世界里应该有嘛吼？同款，甲大家同款，车轮牌嘛吼。啊，这张中国人当然讲这中华民国的嘛，其实不是啊。这张已经不是中华民国的护照，虽然顶头写着中华民国，但是这是在骗人。根本就不是啊，周先生，你的 PowerPoint 我跟你说，我叫你，大家等于哦，看恁姐啊，姐啊下卡有两个电脑的条码，迄个才是准小，恁若出去外国。过海关的时阵，伊咧甲你刷，就是刷这两条。所以这两条顶头写什么，这是真的。啊，恁即马 PowerPoint 出来，就是这两条。啊，恁看麦，这两条只有三字的英文字母。TWN， 迄个代表啥？台湾啊，唔是 ROC， 所以讲咧，基本护照就证明讲，咱体其实就是台湾的护照，已经是台湾的护照，哦，啊，咱个即阵嘛是叫用便宜啊，哎。是哦，所以今日回去了，恁两个亲戚朋友开始跟电啊，恁真正了解咱台湾的福利啊。OK， 最后还佫有几招，两招吼，一招，两招对。十分时间小拖一下啦吼，大家还佫会忍耐嘛吼，啊还佫一招对。来，你好，我是台北州的代表哈，陈秀丁。啊，我今仔的题目是美国凭什么会使制定台湾关系法？哈，啊，因为根据旧金山合约哈，那个占领区哈，那个旧金山合约里面的战胜国的主要占领国哈，他对占领区有负责安全的义务。那所以美国就必须履行这个占有的义务，但是在旧金山合约里面有讲的，就是说占领区的占领国必须要在90天以后撤退，但是那时候蒋介石政权啊，那时候已经来到台湾了，啊，那他是以太平洋区的一个统帅哈，然后来在台北的中山堂接受受降。但是那时候美国因为那时候还承认台湾，所以给他一条路，就是说在台北的占领区的时限延长。然后在1954年的时候，更加的跟台北签订了就是中美防御协定，那个就是协助整个台湾地区一个安全。好，那因为美国虽然是那时候也发表一些白皮书，对于蒋介石政权的不信任，但是那时候美国就是有这个义务，好，那但是到后来实施的变迁以后，到1979年那时候，卡特跟那个基辛格国务卿就是运作跟大陆建交，那从台湾从此跟台湾没有正式的邦交关系，他没有邦交关系，但是他这本身又负有对台湾是主要占领国的一个义务，在这个占领国里面的安全啊，还有一些财产的保障，他必须要保护，所以他就，一方面是认定台湾不是一个主权的国家，那另外又必须要有这种安全的防护，所以他变通了，就是用美国的国内法
来制定美国关系法，那规范这个保护台湾的安全。那这里面当然里面法有包含一些防御性的武器啊，各方面要给销售给台湾，这是这样子的个人的报告。哦，你报告啊，足复杂的，听啊复杂啥？较简单的嘛，但是头一个要甲你纠正，必须你若听到的时候，先甲你罚100块。你有讲两字，不应该讲啊。中国不是大陆，呀、yeah? ？OK， 那就要慢慢改习惯，哦，那是中国，不是大陆。哦，其实讲简单嘛，美国凭什么可以制定台湾关系法？就是旧金山合约第23条和第4条嘛，伊是主要占领全国，啊，第4条够用来处理台湾平和这个土地，所以美国用来制定，就安尼，较简单。对吧？啊，到底伊个背景是啥？考虑是咩？哎，那卖想个遐复杂，简单就是安尼尔，简单明了。OK， 下一周。哎，大家好，我们是台中州的，我们的题目是台湾不属于中国，国际法的根据在哪里哦？它西元1894年清日发生甲午战争，然后我们日本战败，然后1985年马关条约，清朝皇帝将台澎永久割让给日本天皇哦。然后在1937年的时候，台湾实施皇民化运动，1945年4月1号，大日本帝国天皇实施日本宪法哦，然后将台湾纳入日本帝国固有领土。台湾人这时候就有征兵跟参议的权利，参议权。1945年，因为珍珠港事件，然后日本无条件投降。然后1945年的9月2号，美国杜鲁门总统批准盟军总司令麦克阿萨将军，然后发布台湾最高总司令和陆海空以及支援部队应向蒋介石投降。1952年的4月28号，日本政府和美国军政府签订旧金山和平条约。然后以上就可以明确表示台湾是日属美战，然后不属于中国。谢谢。也是100分啦吼，无得通摕200分，所以嘛是100分。啊，其实真简单嘛吼，就是遐3个国际条约根本拢讲啊足清楚，台湾不是中国的领土。OK， 最后一周，希望大家注意听哦，这题目很有意思。大家好，我是新竹州的。我的问题是 ：People of Taiwan 和 People on Taiwan 在国际法上的差别在哪里 ？People of Taiwan 是指在大日本帝国领土的台湾的上生活的本土台湾人。People on Taiwan 指的是1945年逃到台湾的中国难民。好，谢谢大家。对啊，你是安尼讲啦吼，啊，但是 people on Taiwan 不是干呐，招来中国招来难民，某一个美国人啊，某日本人啊，对吧？伊买西，或者 people on Taiwan， 啊，其实这个问题，啊，还有一个第二个问题。你们在什么地方可以发现这两个名词？迄个也是真重要。我补充给大家说明：台湾关系法内底跟他讲 “People on Taiwan”， 就是台湾关系法咧保护的，还是涵盖
包括遐流亡的中国人。但是三个公报内底所讲的台湾人，拢是 people of 台湾。所以美国足要求的，因会用伊利用因的文字啊做区别。所以美国常常来讲，我遵守一个中国原则政策，然后又三个公报。啊，咱也唔知影的时阵，三个公报，干那公报咧，公报啥个？其实伊个三个公报，就是咧指咱台湾，伊有义务保护咱，因为伊占领咱台湾，伊有权利占领咱台湾。所以要伊个义务保护咱，所以伊个三个公报咧讲的就是咱。啊，台湾关系法是咧讲，所有住咧台湾人诶，台湾的这个所在的人，所以连恁都美国来台湾嘛是 people on 台湾，对吧？所以咱即卖就爱慢慢了解讲，这两个名称无同款的所在。啊！来，有这个两个名称，那么会使发展出来讲，台湾未使公投，原因就是啥？住咧台湾咧有 people on 台湾，啊个 people of 台湾，所以未使公投的，对吧 ？OK， 多谢您，大家结束。请起立。行嘞。